这场看似舞蹈班的课程，其实学员都是有颗满满爱心的义工，来自各地对带领银发长者活动有兴趣的伙伴，一起热情的跳舞。好，屁股要摇一下。欢喜欢喜，在佛光山蓝洋仁爱之家的号召下，乐龄音乐活动带领培训课程欢喜开办。执行长妙智法师祈勉大家，将活力奉献给需要的长辈。那今天这个课程办完以后，我们每一个学员学了功夫之外，还有一张证书。哇！不是就放在抽屉，然后就这样结束？要做什么？表现，要学以致用，好，要争取机会，赶快去社区做什么？做啊，这样自己才能更进步，然后才能自立一他。好，所以在这里勉励我们大家一起，今天更快乐的学习，收获满满。为了让在地长辈获得更多元的照顾。礁溪乡公所与蓝洋仁爱之家合作，推动云水日托班。为了让每一年新进投入陪伴长者的带领员能够拥有更充实的课程，这项训练活动带来实务的操作和演练。爱之家邀请王婉娟和陈慧荣两位专业的老师，为学员们带来如何透过乐器带领长者音乐生活，以及综合性的音乐 SPA 的活动设计与带领。是团体行动，学习如何带动团队默契。参加学员都有不少的收获。刚开始我也是什么都不会，后来受云水日托的教育训练，所以慢慢的就有增进，然后就有能量去教社区的长辈们。可是会有一个撞墙期，就会想说啊，能力又不足，所以这两天的课程让我们活力满满，然后能够音乐能够带动老人家，因为老人家也许说我不会唱歌，可是跟着节拍跟节奏，让他们更活泼，更有精神。像比如说我们平常在服务长辈，其实从社区长辈到机构里面的长辈，他其实长辈其实你一阵子一阵子你都会需要有一些推陈出新的活动，然后我觉得像不管是带领的志工或者是讲师们，他其实透过跟不同的老师的接触，还有不同老师的带领方式其实不太一样，然后专长领域也不太一样，其实都有办法活化自己本身原本可能在带领的一些活动技巧跟内容。未来学员将融入每个社区和机构的特色，将当地的亮点再巧妙地设计在带领的活动中，
除了可以培养学员的一技之长，更能够让银发长者年年都有创意好玩的活动可以参与。